呢家所谓 Carl 前嗰排咪好兴讨论呢个 Google Map 嘅学校改名问题嘅，系咯，要改啊嘛，点解唔试下改歌词？如果可以改到啱音，甚至乎有意思押埋韵咧，咁就真系有本事啦。因为其实咧，以前细个我都试过尝试改某首歌嘅歌词，谂住改一半歌词都好叻噶啦嘛。结果咧，我发现原来改到头两句啊，几好听，几有意思。之后咧就唔知失咩词好啦。啱音嗰啲咧又冇意思，有意思嗰啲咧又唔啱音。你夹硬将啲字填落去唔啱音咧，会俾人笑话你边间教会啦。就是、因为啲教会歌啦，又或者啲校歌咧，系成日都系唔啱音噶。佢哋为咗就个意思咧，就夹硬将啲字塞落去嗰个 key 入边，唱出嚟咧就好奇怪啦、那个感觉。Anyway， 我上年睇呢个填词 L 入边咧，我觉得最大得着就系知道咗一样嘢叫做0243填词法。以前互联网未发达，其实原来已经有呢一套0243填词法噶咯，系呢个资深音乐人黄志华大师发明。然后佢以前仲出咗本书，系俾大家去查呢个填词字典噶。大家知唔知道填词都有字典噶？简单啲嚟讲，就系任何嘅歌入边嘅任何旋律、任何嘅 key 啊，你都可以塞零。二四或者三，咁塞呢数字攞嚟做咩呢？第一就系攞嚟填满晒你首 melody 入面所需要嘅类音阶啦。咁我查咗资料，最多人听嘅广东歌咧，原来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有超过1.4亿嘅浏览量。咁我就攞呢首歌嚟做例子啦。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咁你系可以填成三三四零二四四四三四。然后如果你想改呢首歌咧，你就可以攞翻头先嗰啲数字咧，去查翻个字典，睇下边啲类音阶一样嘅字咧，你就可以 replace 佢啦。然后我想讲咧，就系我又唔知道另一个边个伟人咧，就将大量嘅广东歌嘅歌词咧，就塞落去个网站度，然后大家可以透过个网站咧，就直接 search 啊，系连字典都唔使买噶。所以今次呢条片主要嘅目的就系要挑战攞一啲冇填过中文歌词嘅音乐嚟填广东歌，仲要系一个钟头填三只歌，嚟证明话俾大家听，有咗呢个工具之后，填词可以话系冇难度，至少啱音嚟讲系冇难度啦。咁就边三只音乐咧，就分别喺呢个 three words。有冇人听过呢？咁第二只咧就系呢个米奇老鼠进行曲啦。咁呢首本来咧系有英文歌词嘅。鹦鹉仔都识唱噶呢只歌。而第三首音乐咧就系 The Entertainer。咁点解要拣呢三首呢？因为呢三首嘅旋律比较简单啲。第二咧，我系想试下填歌嘅歌词，因为儿歌嘅歌词比较允许啲重复性高少少嘅歌词，同埋啲歌词啲字冇咁深。咦，唔系，依家好多嘅流行曲都系咁嘅样噶，咁系咪即系意味住流行曲儿歌化咗呢？冇错，所以今日嘅挑战就系喺一个钟之内，利用0243填词法，将呢三首音乐填成广东歌词嘅儿歌。唔讲咁多废话，立即开波 ，Let's go！ 好，咁我哋只要打呢个0243咧，就已经会揾到呢个网站噶啦，0243.hk。剛才可能大家都未必聽得明，咁喺度再簡單講講，例如頭先係講024324，咁你可以打0224，咁佢就有一大堆呢啲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啱噔噔噔噔咁嘅啲音嘅，係啦。例如頭先咪無歲自戰嘅，無歲自戰一定要功夫義武小動作，蝴蝶效應恐懼症。如果不需要任何意思不合理，纯粹要押韵加啱音，一分钟内搞定。好了，咁啊，依家就唔讲多废话啦，即刻挑战 ，Let's go！ 先嚟揾翻第一首歌嘅录音阶先，42033 42030 40204022 42030 4033。42033，大家可以直接试下打42033。老大徒伤悲，马老如虎口，说佛龙公司系咩嚟噶？你会发现咧，佢几好噶。你打你额头，你谂住系咪430？原来佢仲可以 fit 433啦、420同埋423都得。你额头好丑，你额头好高，打住先。那话儿，那话儿好丑，420303咧？儿歌好兴玩叠字啊嘛，似是儿非非，笑逐颜开开，放下屠刀刀，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稣。呢个系咩嚟噶？有分类噶喎，原来 Let's see 儿歌，哇，即刻少咗劲多选择。灌木丛咁深嘅灌木丛呢、這个字系咪真啱儿歌噶？喂，但反而头先有啲全包嗰啲咧，
其實都幾多啦。幼稚園點解唔啱兒歌？幼稚園直頭就係幼兒訓練營都好啱兒歌啊，唔係咩？搭落床都幾好啊！好似一揀咗兒歌之後，篩走咗好多都本身都有機會啱用嘅字喎。發大財開心應該係三三咯，係咯，發大財開心咁市儈嘅兒歌，高雄發大財。咦，泰迪熊喎、啊，係咯，兒歌好多都係啲動物喎、啊，發大財都係算啦。泰迪熊三三，泰迪熊乖乖，好似幾好喎、啊。我諗到先生應該都啱音嘅喎、啊，係咯。42033，而家好兴将啲动物拟人化噶嘛，咁我就中意押韵嘅。假如呢句啱嘅话，咁就揾033个生字，0333。哇，傻更更、哦，好似几得意喎。唔拉更42，如果你打42咧，就会有好 Q 多。傻更更好似几配合 Teddy Bear 嗰个感觉。努力说话，接受。零三按下红色，啱音喎、哦！按下红色，得得傻家家，按下红色电掣傻家家，又唔啱音嘅。进入 Teddy Bear 入咗去边度？傻家家，暗到陈仓，突然间咁深嘅啲儿歌。信用平等，信用评级，大陆头巾咯，咩嚟噶？美梦成真，哇！美梦成真几靓，但系美梦成真就好似唔系接傻家家噶啦嘛。已经过四分一啦，头先唔系话好易嘅咩？即系嗰啲大自然嗰啲又系几啱儿歌，咁啊进入林就420啦，420。其实迷路系几好嘅，因为有故事嘅，但系音就唔系好啱咯。唉，算啦，唔好咁高要求咯。啲儿歌都唔系只只字都啱音噶啦。明明一开始讲咗啱音系好容易嘅事，但系依家竟然为咗就个意思咧，如果系生咧，系一样噶。摊咧有冇唔同？哦、真的有少少不同的停尸间，妈妈妈妈，咩停尸间啊？某程度上，我哋屋企嘅雪柜都算是停尸间嚟，好像解得通。我哋可以用停尸间嚟做儿歌歌词。和歌山，诶，檀香山，嗱，佢迷咗路啊嘛，跟住出翻嚟咯。四和歌山，变幻和歌山，到达咧，啱音喎、哦。系咯，儿歌就系要有啲故事都系有，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合理咧，就 OK 噶啦。4203，我揾到遍地黄金系嘛？点解又系咁市侩嘅？即系前面应该系拣翻啊创业投资咯，一 set 嚟嘅，教啲小朋友投资。你答你，你答你，三千变六皮。我哋毕业咧就失业，佢哋毕业咧就退休，因为由细已经投资啦，善用理财，笑逐颜开。我哋唔系讲笑逐颜开嘅咩？摊嘅都某程度上押韵，肥鸡餐就好似嗰、那个我哋讲嘅食鸡 game 啊嘛，大吉大利，全款单横数，遍地黄金横数全款单，做咩啊？真系要转理财歌啊？都唔系喎，前空翻都几有喜感喎、啊。咁啊，前空翻都系打前空翻嘅啫，打就唔啱音啦。其实都真的有很多字拣咯，但系都好像冇一个啱。狂咁啊跳嘅啫，诶跳啊啱音零四。泰迪熊先生，泰迪熊先生，进入林中迷路傻更更，到达和歌山，到达檀香山，笑逐颜开，狂跳前空翻。好，佢下半段就系4034440344，咁啊应该揾翻对偶啦。顶既然系用泰迪熊啦，其他啲应该唔使谂啦。我应该再谂应该冇时间，因为得翻半个钟。我要动物啊，有冇动物啊？老神子、老和尚、老和尚出嚟讲故事。诶，老狐狸、哦，老狐狸。呢、这个先生对偶就八八啦，八八就已经是啱音噶啦嘛。老狐狸八八，老狐狸八八，嘟嘟嘟嘟，嗰啲好默默喎。头先我谂起和尚讲道理讲故事，引蛇出洞，密密口默默。虽然系儿歌，做乜讲到咁复杂嘅？应该系啲好轻松嘅嘢嚟噶嘛。啲字都几搞笑，即系佢又唔 exactly 系成语嚟嘅。如果口默默前面应该都是讲嘢咯，系嘛？你讲话三意喎、啊，
引蛇出洞，江话口默默，好似都几 make sense 喎。为咗引蛇出洞咧，讲嘢都要口默默，救人一命，救人一命，江话口默默。四零有咩？有遇有人有事有灵咧？我发现其实佢就算你打嗰个字咧，佢未必系楞翻嗰个相连嘅字，其实佢都系纯粹俾个同音字嚟嘅啫。有时打字讲话口默默，点解打字仲要讲话口默默？好似我而家咁样嘛，一路打字一路讲嘢又口默默。原来我就系老狐狸爸爸。边个系人面兽心？咁我就系呢一种啦。我试下打有时三嗱，有时三四系咁样啦。有何三四呢？是真的有不同的、哦、有何指教四零三四通、哦、有何指教讲话口默默四零三太平山好多山、哦、炮台山、欸、原来它都香港名我挺喜欢它这里有很多香港的山、哦、太阳光、哦如果根据前面是会有重复的那重复太阳光应该易啲啦。四零三四嘛，四都是太嘛，太晒。四零三四四，哇点啊？太晒同太猛都是四四，三四四猛。哇，仙女棒我点？咁啊喺边度玩仙女棒？喺啲暗嘅地方。咁啊太阳光，哇 perfect。咁啊入去边度玩仙女棒咧？喂、哎，过嚟啊！山洞，哎，就是这样方便了。四零三二，过来山洞，过来山洞出现仙女棒，哇，咁正！边度山洞有啲仙女棒弹出嚟？仙女棒自由，仙女棒都系玩噶啦。哦，玩阵喎，真系啱音喎，三二喎，过来山洞玩阵仙女棒。我觉得 make sense 啊，老狐狸爸爸，老狐狸爸爸，有何指教？讲嘢口默默，太阳光太晒，太阳光太猛，过嚟山洞玩阵仙女棒。好，时间无多，仲有四个字。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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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四四四，天会跌落嚟。哇，好顺口啊！啲三二三。四四二零，哇，真系有喎，音准都算系咁系嘛？放臭屁，七个四有冇嘢揾唔到？六个四咧，哇有喎，有杀错冇放过，天会跌落嚟。你有你，我有我，咁自私，天会跌落嚟。啊喂，大佬你唔好咁 hea 啦。咁你头先七个四，你唔打七个啊，我揾唔到啊都咁四正四四四。咦，这个时候梗系要用二哥筛选法啦。老太太，老太太系四四四咩？虽然系啱音，但好似好奇怪、啊。诶，歇歇脚啊，咁摁摁脚咧，摁摁脚啊，哇，讲道理，叫佢唔好放屁话，讲道理。四四四四，诶，唔系、啊，四四四四，佢有说有笑、啊。咁不如索性就说说笑笑扎扎跳，系咯，除咗啊之外，仲可以系某某某咯，某某都算啦，某某某系咩嚟噶？救命啊！串串共喎、啊，串串共摁摁脚，哇，成个系一 set 噶、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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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以百计，正正确确系点啊？痛痛快快，吃吃喝喝，当佢冇到就啱咗头边头先呢个串串谷摁摁脚。当佢冇到做一样嘢，四四四一个啱。当佢冇到拍马屁，好似通啊，但系好似有啲奇怪。当佢冇到乜压稳字，当佢冇到叹冷气，喂叹冷气、哦，好运气好似几好。伙食费、保护费，因为保护费。收咗保护费，所以好串咁样摁脚系嘛？串串工摁摁脚，因为保护费，痛痛快快叹世界，活埋咯，断崖咯，三四四，哇，又真系啱音喎、啊！但系你话系咪意思好啱咧？又好似唔系好啱，即系用到尽啦。哇！真系突然间要赋予一个意思，好似都唔系好难系嘛？谂咗先，做咗你就自然会知道意思系乜嘢啦。高利贷开始有啲过分啦，借咗钱先叹咗世界先，
话知道世界冧落嚟话，喂呢、這个唔得啊，呢、這个教坏细路啊，唔得，唔可以噶，高利贷唔好借噶，捞乱晒，安乐晒好似几好，三二安乐晒，翻学安乐晒，我谂起嗰、那个翻学系我本分嘅小朋友，因为我觉得读书系我嘅本分嚟噶嘛，翻学安乐晒，救命！开学安乐晒应该系俾家长，唔系俾小朋友。哇，小朋友开学啦，安乐晒啦，可以做自己嘢，冇时间啦，顶住先。四四四四四四，哦，够钟。四四二，喂，够钟啊！虽然，但我想知四四二可以填啲咩咧？如果四四二四四零咧，冇嘅。四四二两个字，四四零两个字，两个人做咩啊？打羽毛球啊？即系你由一个钟三首歌都好难嘅，但系有呢个零二四三填词大法加埋呢个咁劲嘅网站帮拖咧，咁可以提供好多嘅灵感俾你啦。再者，你仲可以校对，你可以 check 自己啲字啱唔啱嗰个女音阶，好似我头先咁样打某啲字，可以揾翻佢嘅数字出嚟，已经帮咗好大嘅忙噶啦。不过都系填唔晒三只歌嘅，一个钟填三只歌，你话如果斋啱音咧，依家有呢个工具咧，我谂两个字可能已经填晒三只歌，但系你又要有意思啊。跟住我剛才的 theme 是兒歌嘛，又要啱小朋友唱，跟住又容易記啦啲歌詞，所以都不容易。咁我自己都幾喜歡自己填的呢一首泰迪熊先生嘅泰迪熊先生，泰迪熊先生進入林中迷路，傻間間都搭和歌山，都搭檀香山，笑逐顏開狂跳前空翻，老狐狸伯伯，老狐狸伯伯，又指教講話口默默，太陽光太曬，太陽光太猛，過嚟山洞玩陣仙女棒。咁啊，跟住呢首其實有少少夾硬，説説笑笑喳喳跳，天會跌落嚟。串串功放臭屁，不用不服气，痛痛快快叹世界，冲线到断崖。你有你，我有我，开学安乐晒，好似其实都通噶，大佬。系啊，咁啊，唔知大家听完呢个工具之后有冇兴趣吓、啊、重拾呢个填词魂，填翻一首半首嘅广东歌玩下咧？咁又或者你哋曾经有冇填过啲咩歌？你觉得啊好正嘅，都想攞出嚟分享嘅，都欢迎留言又或者投稿吓。系、啊、啦，今次条片嚟到呢度，希望令到大家睇得开心之余都学到嘢。再见。突然间谂翻呢个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咧，原来都填得几 hea 嘅。跟住后边仲有一段系，呢度系完全冇改过嘅。